是哦，那时候只是辛苦我们现场指挥的工作人员哦，要麻烦一下各位看热闹的同时，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。我们屏东碧莲会罗刹艺术团。有点像要跳钢管呢，你是不是忍不住了？你是不是想要跳钢管了？来，车子要经过了啊，借过啊，借过啊。